都是在前门的网安小酒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到了一个网安圣地，安恒大厦。我们现在是在杭州，看看今天的这个酒，是黑客与精酿啊。我不是来带货酒，而是延续了我们喝酒、把酒、聊网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数字中国，数字增长，智慧的智。第一个是数字中国，第二个是智慧的智，数字增长。我们今天要聊两个主要的事情，一是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数字中国；二是我们的信创安全、国产化。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安恒的高级副总裁刘志乐，志乐总，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刘志乐，很高兴跟。这个数字中国啊，以及针对目前大家最热门的这些国产化、信创相关的话题啊。好的，谢谢志乐总。那第二位呢，是分享逍客的创始人、董事长罗迅，罗总。罗总，请您给观众打个招呼。好，谢谢邵博，大家好。我是分享逍客创始人 CEO 罗迅，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这个网安的对话现场，非常其实此前就特别期待了，因为跟邵鹏总以前聊过，这次呢跟志乐总，我们大家又有缘聚在一起，聊聊信创啊，聊聊国产数字化，聊聊企业增长，是一个特别有趣、值得深度探讨的话题。那我们就今天呢，正式开始我们的开聊。好，第一个问题是这样。今年的数字，工信部的数字是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了40%多，在100万亿这样的一个 GDP 里面，40多万亿，其实你然后未来也会保持一个非常高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信息化、数字化，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些企业，它呈现一些什么样的特征？你看，我们安恒其实是为数字经济打造安全底座的，是一个安全的上市企业。我们分享逍客呢，是一家专门做企业管理 CRM 这样的一个企业管理软件的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其实大家的客户应该都是数字经济的主力军。那么在这几年的观察当中，大家能发现到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数字，我们浙江叫做数字改革啊，那它企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行业的企业，这个大家可以聊一下，要不？总先来，我觉得要么这个罗总先来，也可以，因为这个安全实际上是为最终是为数为数字化为这个服务的是吧？这个我们是底座是吧？我们先站在这个罗总站在这个数字化这个转型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做整个数字化这个应用的这一块的这个罗总，这个先看一看怎么我们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啊，对吧？也行，我先讲讲啊。就因为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呢，邵鹏总问的是中国的企业现在这个数字化的趋势和有什么特征。对，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呢，可能尺度就会更宽一点，也更立体一点。一个维度呢，我们觉得它的整个的驱动的战略格局和过去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很多企业讲数字化，更多还是一个局部业务的信息化，它是一个单点企业自己一个叫问题驱动，或者说自己一个叫业务驱动。那么今天呢，它其实它是一个首先站在一个时代跨越的这种，我们说叫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大潮的这个关键节点，就像蒸汽机基于农业时代一样，现在数字化其实基于过往的我们说叫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跨时代的。第二点，它是站在一个真的是国家驱动。其实数字经济也好，数字安全也好，在各个国家都是国家战略。嗯，所以你看现在政府上云、企业上云，然后大基建、数字基建，这都是国策。甚至我们看到了数，我们称为叫数字的货币啊，各方面的东西，所以格局不一样。嗯哼，这是格局完全不一样了。格局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我是认为呢，它现在的大的变化是它叫全领域全维度。
为什么讲全领域全维度？以前像我自己做财务出身的，我印象中中国数字化做的最早就两个维度，一个是会计电子化，然后接着第二部分就是 ERP。 但你看今天可不是，今天我们说人、财、货、客、商，叫人以人为核心，财以资金为核心，货我们说以产品为核心。哎，我们知道现在数产品一物一码，对吧？万物互联，以产品为核心。然后我们说客是以客户为中心，终端的私域流量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商是指以通路，以通路核心供应链。你看全维度的整个的数字化在全面的展开，而且呢，大家在不同的跑道上朝共同的终点，共同去靠近。这是一个，你想想，它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蓝图，一个宏伟的一个蓝图。这是从领域上看。第三点，企业内部自身来讲呢，我是觉得它的驱动模式也发生变化了。现在的企业，整个的数字化信息化，我讲的是大部分或者正确的范式，我们看到的是基于未来和战略的，其实是发展性的建设。而不再是基于问题解决目前问题的，不是基于问题和基于要把现有的业务流程固化下来的流程性的解决，驱动模式完全不一样，是我们说，所以它是发展性的，它是面向未来的，它强调的是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方式的彻底的变革，它其实是什么呢？是战略变革，是组织变革，是价值创造模式变革，而不是简单的固化固有的流程。你看，在企业维度，第三呢，我觉得在企业自身来讲也发生变化了。因为我们说从 BS 结构到这个 CS 结构到 BS 结构，到软件中的软件包 OP 模式，对吧？但今天可不是，今天你看它首先是说，现在软件大的趋势还是什么呢？还是向云原生化去过渡转型，因为云是一个大的未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平台化。现在各行各业，你看低代码 PaaS。强调什么系统的可持续性、可扩展性，它的开放性，就平台化。以前的很多软件包，其实它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它不考虑跟其他东西的关系，它扩展性不够，它在上面只能说你去做二期三期打补丁是可以打，但是到了3年5年之后，越做越难做，就要重构，就要废掉。嗯、但你现在你看，像微信这些平台，还有很多企业服务平台。它其实在下面是不断去敏捷化的开发、敏捷化的迭代，它提供了低代码、高代码的这些扩展能力，就是用户和企业之间在平台上去可以做我们称为叫做交互，就我们叫平台性能力嘛，所以平台化是可以。是第三个特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称为叫网络化，或者我们称为叫生态化，就是过往的这些企业信息化过程中，更多的聚焦还是自己。现在的聚焦的是什么呢？聚焦的是生意和业务，而我们的生意和业务，它是什么呢？它是和生态伙伴，它是和用户要产生交互的。互联网的本质嘛，交互连接网络化，所以连接人、连接伙伴、连接业务、连接我们说物理硬件，就成了这个新时代的我们说企业服务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生态化的，它是网络化的，那么像这些大的特征，我是觉得，我们是看到了整个和传统的这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但挑战也出来了，要求更高，就不再是说，三五个人组个小团队，那我们吭哧吭哧，只要客户去出需求，我就开始做，你是真正要对整个数字化、信息化的未来有深刻的洞察，还有你要对行业，要对企业有。我是认为你要有理解，要有理解，因为现在 IT 它不再是 IT 驱动，它其实是业务驱动。你要去理解公司战略，要理解它的业务战略，最后是一张蓝图，两个维度，其实是一张公司的战略蓝图，一个是业务维度，一个是数字维度，而二者是为共同的结果负责。是，这样才能跑得更长远。对，我比较这个认同罗总刚才说的观点啊。从微观来讲啊，从我们企业自身来讲啊，实际上我们本身是数字化的企业，是吧？对，因为我们要保障这个用户的数字化的安全，是吧？对，作为安全数字化安全的基石。但同时呢，我们也是
需要进行这个数字化的转型，对吧？是赋能者，我们也是践行者。对对对对，你就像从我们企业来讲，我你看啊，很明显，比如说我们过去啊，我们这个信息化这个部门叫企信部，嗯，对对对，企业信息化部，对。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数字化，它不是简单的 IT 化就代表了数字化，是吧？实际上数字化转型，我的理解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以公司未来的5到10年的战略，依据战略的规划，然后通过业务流程的改造，对吧？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数 IT 是为你的数字化去驱动，是业务去驱动的，对吧？然后进而把过去，你说过去有数字化吧，你也可以理解有，对吧 ？IT 的这个 Excel 表格，对吧？但那些数字是什么？是静止的，是不是及时的，是吧？然后呢，这个也没有能支撑企业里边各级的它的整个，我们今天讲叫数字价值仓，对吧？它都没有数据来去支撑它去做这个预判，对吧？对，去做及时的这个调整，是吧？然后进而能去做出最符合用户所需要的你的企业的竞争力，是吧？产品的竞争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像我们就改名了，就叫流程和 IT 管理部，是吧？对吧？对对对，所以说到本质，就是需要通过变革，对吧？我们成立了这个变革委员会，对吧？用变革来去驱动整个的企业的这个信息数字化的，不是信息化的，是数字化的改革，是吧？啊，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词，嗯，变革，对。我们在服务很多企业中，就看到这个数字化变革过程中啊，很多企业是说我借助一套 IT 是来固化我现有的业务和流程，这不是变革，是这是枷锁，价值大枷锁，这是枷锁，其实是枷锁，对对，他以为他上到系统，对对 对, 对, 对，真正科学的是说我既面对未来的，对我的业务模式，我的还有这我的叫主价值链，我们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以客户为中心，整个客户生命周期的主价值链，对，我要形成端到端的对新的业务流，对对，最后的时候是整个数字化是为这个新的价值业务链对服务的嘛？是的，是的。所以你刚刚提到一个变革，对，先是你的价值流程变革，变革，对，没有价值流程变革上信息化，这个是有挑战的啊。那就是什么？那就造成了效率的极大的降低，对吧？对，是吧？嗯，对。同时呢，我觉得从宏观层面上看，今天这个数字中国，对吧？实际上，这个是从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是吧？整个怎么样来重新梳理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执政或者是政务服务体系的高速、高效，对吧？让这个人民，对吧，有更多的体验感，是吧？获得感，是吧？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最多跑一次，是吧？或者说是一网通办，是吧？一网统管，对吧？但实际上它是站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对吧？然后去进行战略规划，公共服务效率，对吧？所有的这些实际上最终是让一个是让整个的老百姓他的这种体验感更好，对吧？过去他要办一个这个什么证件，要跑很多部门，是吧？然后要敲很多章，是吧？要周期很长。但今天他只要在一个在线的这个应用上面，是吧？或者是一个 APP 上，是吧？他只要提交一下，然后就只要耐心的等待，效率高的没准这边提交完，那边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是吧？啊，对，树能跑了，人就不用跑了。对对对对对，只要网络一通，对，树能跑的就对对。但是呢，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就是随着数字化啊，实际上也看到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啊，他实际上他是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这个数据啊，这个交出去啊，或者是在交换的时候啊。
他不放心，是吧？对，他是个永恒的主题，对，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吧？他觉得这个叫做哎，我这个数据这个我交出去之后，这个数据泄露了，是吧？这个到底是谁的责任呢？是吧？是我原始的这个交出去的这个部门的责任呢？还是说是这个进服务对方的一个部门的一个责任呢？所以我觉得在数字化整个的一个大的浪潮之下，我觉得就是整体上作为像我们这样的网络安全企业来讲，这样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是吧？对，这也是对，也是要更多的去怎么样能让这个用户能放心的回归的，是吧？合法的使用数据，对啊，然后最后来这个创造更大的这个数字化改革所创造的更大的这个改革的这样的这种红利也好，还是说是极大的这种这个效能也好，嗯，对，嗯，这个我非常赞同的。我觉得整个数字安全，即使打得越坚实，就是它的越合规，数字的价值被挖掘的宽度、广度和深度才会越大。是的，因为它有明确的规范。对，当没有规范的时候，反而这个时候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对，每个人有可能都会成为受害者。是，对。一直在潜心的听两位聊啊，我作为主持人，我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刚才其实谈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我之前没有总结过，因为好多人去疑问这个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区别。嗯，其实刚才罗总讲的这五点，知乐总讲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辅助作用，去安全的担心，以及他对您的五点的理解，它综合成一点，总结成一点，凝练成一点是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信息化它就是简简单单的把你原来的业务给它物质化办公一下啊，它就是问题驱动嘛。对。而我数字化，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个平台建好，低代码生态建好的时候，你的流程是要再造的。对，这也所以为什么要有流程部了，是吧？对对对，我并不是简简单单把我原有的业务模式直接给它信息化一下，对，而是通过这种数据打通、应用打通、平台打通，你会发现，哎，我新的流程出来了。由于我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形式，造成我新的业务流程、新的降本增效、新的这个价值增长点、创新点就出来了。这是数字化和信息化最大的一个区别。对，对，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安全的问题。那我们再欢天无地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浪潮里面正在游泳，但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一个保障，可能会要淹死的。我记得是前两年是在一个上海的一个会上 ，GP 的总裁就是那个通用电气，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数字化，这个转型，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而安全，就相当于我们的驾驶员。如果你光跑，你没有刹车，没有各种这种安全的机制，你这个列车迟早会车毁人亡。但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驾驶员，或者刹车系统，还有汽车的这种什么防抱死系统啊，安全带气囊啊，以及一些减震等等啊，润滑油等等，这些东西才能保证这个高速行驶的这个数字化的列车去有效的到达它的目的地。这是知乐总刚才跟他说的，我又把它换换成这样。那好，那第一个问题咱都谈好了，就是一个是数字化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安全是个问题。我们要做好安全，怎么做？咱们待会儿再说啊。怎么做呢？就跑到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国产化的问题啊。因为一个数字经济或者任何一种经济，它其实有两种保证，一种保证就是我们供应链或者稳定性的这种保证，否则的话，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平台化、生态化的，你有一个环节供应不上，你这是经济出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本身这个数字化在线带来的问题，就是它的攻击成本是非常少的，大家伙都可以公开的访问，都可以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尤其是敌对之间的这种势力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有第二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都在关心整个数字化转型里面、数字化改革里面，大家都在关心国产化的问题。
因为怎么讲呢？可能呢，这个叫做，因为我在公司嘛，也是这个信创领导小组组长啊，这个可能对信创的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关，就是整个实践呐、和整个的这个你是站在理第一解，线的，哎，对。理解，对，就是更多一点啊。我是这么看啊，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就是我们先科普一下这个信创的这个名词是吧？啊，信创实际上它的全称叫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应用，所以叫信创是吧？哎，它实际上本质上它实际上是要去做信息技术的应用创新是吧？哎，对，那这个信息技术这里边就包含的范畴就比较多了，对吧？包括了这个 CPU 是吧？包括了操作系统，中包间括件、了数据中库、间件数据库是吧？浏这览个器、引流应这用、个应用是吧？对吧？都包括我们的这个安安全，全，对。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呢，整体上呢，应该讲在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我们更多的是只是去关注了上层的应用应用上，的创新，缺少了基础的技术的创新，对吧？所以整个你看国家就是这样，国家你说过去叫工信部信这个信软司，信软司，信息和软件化服务司，都是表层的，对，都是表层所的。以今天他国家从去年删定之后。它叫信发司，对，哎，对吧？叫就是信息化和这个发展，发展了，对吧？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是要在上层的应用上要去做这个创新，是吧？软件是什么？我们今天更多的是需要整个的这个整个链条，是吧？从从基基础础的底层技术，底层，对吧？然后到中间件，到整个的上层应用，我完整的要实现整个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创新，是吧？当然了，这里边肯定会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这个不容避讳，是吧？人家别的这个发达国家，都这多个少都，年了？对呀，是吧？这个从过去的这个大型机、小型机，到这个 IBM 的这个集8086，成电路、集成吸管，从这个80年代初，这个通用的这种这个个人 PC 的这个 CPU 发展到今天，都已经快40年了，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么这个形势下，我们能迅速的去走别人40年的路，我们能更短的时间之内能去做到这个，哎，跟他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对吧？我们要承认这个差距，差距，对。但是呢，我们有很好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足够大的市场，对吧？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市场来去缩短我们的周期，周期，对吧？那这个我个人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呢，我们呢应该讲，我们呢过去这个将近从互联网开始发展将近20年的历史，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的我爱储备和我们的技术能能力力，有基础的有基础的是吧？这个再加上有这么大的市场是吧？然后现在又是由这个党政先行是吧？这个我们现在讲叫2+8+N，对吧？这个二就是指的党和政，对吧？那党政先行，对吧？先通过这个一些工程化的，先把这个哎，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控这个核心技术的这些，这个国产的 CPU 啊，国产的操作系统啊，国产的这个中间件，国产的数据库，包括罗总的这种国产的这个关联也件，对，这个 CIM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做的国产的这些这个安全的一些这个软件对吧？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先哎，通过这个小的一个市场，让你有成长，有这个机会，让你这个来练是吧？然后呢，现在又到了什么？到加八，你看，今年八指的是这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比如说金融、
运营商、能源，这个等等啊，八个交通什么叫？就骨干领域、核心领域。对呀、啊，你看今年的金融啊，这个信创的这个力度非常大，是吧？超出了我们这个整个行业里边的很多人的预期。我前段时间跟这个一个国内也在杭州的做这个整个这个证券啊、基金啊、金融这个系统的这个企业，也是上市企业，一起在聊天。他们说，年初的时候没感觉到这个金融这个系统的这个信创的这个步伐那么快，是吧？啊，这个你看，用的是什么东西？主要是采购的。采购他们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现在是在他们的角度是指的是，因为他们是全件的，他们现在有这个除了 CPU 自己不做之外，他们也在做整个的他们整个这个行业的里边的这个操作系统啊，那也可能是基于这个一些开源的什么 Open OLA 啦，或者是什么啊这些来那个，但是呢，他也在做自己的整个在这个金融行业里边的国产的数据库技术。但是金融行业对这种东西的性能要求的很高。很高呀，对呀，所以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就叫做什么呢？就是过去啊，我最近我也有这个体验，就是什么呢？我们过去是因为担心，所以不敢尝试。嗯，是的，是吧？是的。实际上是什么？不够自信。对，实际上还是不够自信嘛，对吧？你可以这个叫做用一些小的意。小步快跑，慢慢就。对，你比如说你先 OA， 对吧？然后你的比如说一些 CRM 是吧？然后一些这个叫做业务支撑系统是吧？你然后你可以逐步去把它转变到整个这比如说非核心系统，但它也是业务系统是吧？然后再逐步转到真正的这个全核心的这个业务系统上去啊。那这个我觉得是后面还有更大的是加 AI， 嗯，这个 AI 就多了，对吧？这个哎，所以说我觉得我在这个虽然不是。我因为做了这个信创领导小组组长才那个，我是觉得这个确实是看到了，我觉得有非常有信心，啊，对，而且这里面也是一个担心鸡生蛋的问题，对，越是不敢用，越是觉得它性能不够，对，或者是各种匹配兼容性不够，对，那它就越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场景，对呀、啊，你越不用它就越这样，对呀、啊嗯，你都不给它念机会，对呀、啊，它国家的导向，对。是的，我觉得早些年的时候还是说大家更是一种其实务实主义，对，因为做基础建设需要花的时间非常非常多，对，投入非常大，对，那么在做应用层面呢能够快速变现，对，是变成商业价值，对，那么自然市场就会引导它过去，是的，那么现在国家已经明确的看到了我们的基础能力，你看其实我们称为叫操作系统，对，集成电路，对，还有是这个我们称为叫数据库，嗯，对，嗯，还有这些算法的，对对，这些核心领域，是的。那你想，这些领域只要有一个关键突破，就会改变这个世界的。对。那今天的互联网，你仔细想，最核心什么东西嘛 ？TCP/IP 协议。对。对，是的。这是全球计算机对话的一个。对，互联互通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对。然后还有当年的时候做了那个超文本文件。是的。所以人和机器就会访问了嘛。对。不然你网页这个事情就不成立了嘛。是的。TCP/IP 协议解决的是机器和机器的连接。对。超文本文件解决是人和机器的交互。对，交互，对。其实这些东西呢，只要我觉得大的方向明确，这个在国内外这种同台竞争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这个创造力，千万。是的，就我们的科研能力其实是还是有深厚的基础的，对，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创新机制问题，对，是人生能力问题，对，关键是要把机制给激活，是的。说到国产替代呢，就是刚才那个周乐总讲的，就是说这个宏观战略啊，嗯，其实我们自己在做 SaaS 服务，回到微观也还是发现有一些大的变化，嗯，就我们讲国产替代的机会啊，嗯，那一个方面什么呢？我觉得这几年啊，特别最近的10年，国产化的企业服务应用能力真的上来了。对，你看 WPS 现在和 Office 现在有没有差距？有，但这个差距已经不会影响你的选择了。对，你包括像那个周乐总你们的安全措施，对，和国际上那些厂商能力，对，和我们的 CM， 对，和国际厂商能力差距不大。对，嗯，对，有差距，但是差距缩小到用户的，就我们称为叫他的这种
价值的敏感度它也可以忽略了。是的。那么第二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能清晰的会看到下一步的国产软件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就是敏捷研发和敏捷服务的本土化优势。对，其实体制啊这件事情太神奇了，国外的企业在中国啊，我觉得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它体制上的一种劣势，甚至我们说倒不叫傲慢，叫僵化。对，因为它遵循的是国际规则，它不会为你中国的本土化的事情干。亚太地区的所有需求汇总到它的美国和欧洲总部，对，排期的时候极有可能永远都排在最后。是的，所以它在中国市场或者是亚太市场的这些服务响应不会这么像国产化企业这么本土化响应这么敏捷。对，这个是我们能清晰的看到的，对，清晰看到的问题。对，是的，是的。那么第三呢，确实是中国制造，从传统的我们从叫制造业啊，到今天的企业信息化的这些服务，中国制造的叫性价比优势。一个中国工程师可能在中国50万人民币，可能一个美国工程师可能是50万美金。所以你会看到同样的产品，类似的产品用美元标记是卖1000多美金，在中国卖，中国本土厂商做的是200美金，折合人民币，对，就是接近就是1:7到1:10的这个性价比的差，就是汇率的比，就是汇率的比，对，汇率的比，对，对，所以这就是你的生产优势嘛。是的，你的生产优势。那当然还有一块是，这些年随着我们会发现，对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具备了国际化的能力。以前是国际化的厂商进入中国的，人家有国际化的能力，对，我会降维打击你。那中国本土企业，我只能提供本土化的服务。那今天呢，中国企业很多厂商，你看其实是提供国际化能力的，大家在海外部署数据中心，大家去链接，这个我们叫国际的这种加速加。网络加速，你还国内国外链接没有毛病。第三，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去参与到这些数据隐私规则的，我们称为叫认证和规范管理。比如说通过欧洲的 GDPR 啊，还有通过这个 ISO 的27001啊，等等都在做。其实以前很多中国企业不做的，你看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啊，什么跨时期这个多币种，甚至说小语言，你都得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客户，一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一带一路，对，所以你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能力。做不做国际化市场是一回事，是，你得有国际化能力。第二，国外的企业它要进中国市场，它有时候它要和国际它的国外的这个业务主体和经营主体，它要链起来。即使它在国外，它要用 Salesforce， 在中国它用一个本土化软件，但你得和 Salesforce 接起来。对。但是你要接的话，你没有国际化的能力，你怎么接啊？对。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微观层面看，中国企业也还是我觉得蛮幸运的，走过了最近这十几年，叫我称为叫能力之路。你要放到10年前，那坦白讲，给你机会可能你抓起来你也吃力。对，因为那时候你只能挑10斤20斤，那给到你这个50斤的担子。是，现在说可能担子变成80斤了，因为现在国产经济国家大战略可能压力更大了。对，但是很多中国企业能挑60斤到80斤。对，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以及随着国家的整个中央的这个整个的这些这个层面的重视，对吧？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应该是上个月底是吧？这个习主席这政治局这个常委会上要讲的没有？我们要通过举国的机制是吧？要用举国机制来去。把这件事情是吧，那要对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的这个突破是吧，要作为这个就是这也就叫战略，而且是具体的很说的很具象的这个战略啊，对啊，嗯，说了就是战略的我们叫高度，对，战略的定力和战略的持续性。对，那么在国产期待的不管是安全也好还是运用好，我觉得还缺一块，就现在叫双向的，我们称为叫，就不能叫战略自信，我们称为叫创新自信。对，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国产企业自信度，我觉得还缺了这点意识。嗯，对。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这些服务对象，有时候还是会过于迷信海外的企业的。对，对。当我们不不不
再跑在前面跑了多跑了二三十年的企业，人家的能力、肌肉、骨骼更强壮。是的。但是中国企业现在的能力也不是一无是处。是。所以好多用户在选择的时候，其实还是缺乏我称为叫辨识度，所以就继而就产生了对国产软件的一种信任。对。就自我自信度还是不够。对。但这个没关系。没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最佳实践。对。就是中国企业开始服务这些世界五百强啊，服务这些大的公司啊。对。你想，一个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就是欧洲一个国家。对呀、啊。这个，所以一个厂商，所以我记得以前华为一个工程师跟我说，他我们之前来自哪里？他说我们去了欧洲，去非洲，去给非洲一个国家做基础通讯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曾经并发3000万到5000万的并发，不信，对人家一听啊，5000万，对，这个国家人口才几百万，这就是中国市场带来的能力优势和自信。刚才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国产化或者自信也好，嗯、我们创新自信啊等、嗯，其实我们更多的集中在消费领域和应用领域。嗯，其实我们之所以面临当前和这个中美的贸易摩擦呀、啊，嗯，或者被人卡脖子啊，嗯，其实他之前就觉得我拿了基础技术，嗯，你再玩的花你是应用、嗯、是吧？嗯，我回头一卡你就受不了。嗯，但是呢，他发现我们由于我们的应用无比的发达，这么个样本训练量。嗯嗯，最后你会发现应用无比的繁荣，它可以倒过来提高你的核心基础研发技术。嗯，当它有这个时候发现不缺钱不缺人，甚至还随便都可以买到知识产权的时候，这是恐慌。恐慌了之后它就原来在你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之前、嗯、我先把你的基础给你摁住。嗯，是吧？你是有应用软件，应用封杀你。对呀、啊、对呀、啊、这样应用也不会要你的、嗯、是吧？对、啊、什么产生 CPU 的东西是用 EDA 设计的、嗯、EDA 我也不卖给你，是、嗯、是，各种软件都是版本就封到哪儿哪儿哪儿，是的。那我们现在刚才志总说的银行那个、嗯、我不知道他最后 CPU 用的是谁，或者是主机，可能我们现在好多都有了服务器啊、嗯、PC 机、嗯、但是操作系统和 CPU、嗯、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操作系统和 CPU 的好、嗯、这个本身技术能力问题、嗯、性能问题、嗯、它更多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嗯、就是我的机器都不用你的 CPU、嗯嗯、我的各种应用都不匹配你的麒麟、嗯嗯嗯、你没有那周边的那么多生态的应用软件、嗯，所以一下子我们感觉就困难就来了。嗯，这个我相信我现在说的这个困难就是生态它的不完善性。对对，但我比你有信心啊，这个、啊、这个真的、啊、我觉得这个打断刘总啊，因为我也这个走在一线嘛、嗯、我觉得可喜的是什么呢？可喜的是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个，就是我不带货啊，我就不去讲具体的哪一家啊、嗯、我这个我觉得他们无论是做 CPU 的企业还是做这个国产操作系统的企业，他们都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生态。嗯，就过去我们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单点觉得就是个技术，我们就觉得这个就缺一个东西而已，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你看这个 Windows 和英特尔它为什么成功，它过去叫英特尔联盟 Winter, 对, 对它是、嗯、对英特尔嘛，对吧？它实际上它是通过应用操作系统来去不断的迭代，驱动这个 CPU 英特尔不断的去迭代。过去讲18个月一个周期是吧，这个摩尔定律对吧？所以今天的国产的这个 CPU 企业和国产的操作系统企业都知道了，他们都在都在有 PKS 是吧？有这个有这个鲲鹏这个生态是吧？有这个海光的这个和那个光合组织是吧？有龙芯的这个对吧？它的整个的这个生态是吧？有这个统信的这个 URS 的生态对吧？我觉得他们今天都看到了，所以他们现在除了一方面在做基础的这个创新研究研发之外，像他们在大量的在做的工作就是生态的工作，就是他要让整个的这个生态最后能完成一个整体和能力的互补，然后呢去，因为你说这个我们就讲打印机吧，对吧？你说现在这种打印机这种具体的这种微光，那这种这个有多少技术含金量？
是吧？但是你会看过去大家用的更多的都是国外的，嗯，是吧？嗯，惠普啊，什么李佳能啊，过去还有什么李光啊，什么等等的，对吧？他最后他，哎，他亮起来了，他就卡你脖子，什么呢？卡消费者脖子，不是卡你国家脖子。他说我这个设这个墨活什么，对吧？要专利是吧？你这个耗材贵对吧？哎，是吧？哎。所以那在过去你说我们国内没有做打印机的吗？有啊，甚至他们做的都是我们国内这些代给他，对呀，给他代工的呀，对吧？知识产权也不够重视。对，所以说你说这个本质的核心在什么？那还是在现在这种国产的这个信创的整个生态起来之后，那啊。你这个过去我是国产的这个打印机，可能 Windows 还不给我做驱动，不给我做接口。现在有生态伙伴做吗？对啊，那我现在整个国内的这个国产操作系统都支持，是吧？那它这个生态不就起来了吗？嗯，对吧？对于终端的消费来讲，企业消费也好，个人 PC 用户个人消费也好，最终它实际上它关心的是什么？好用。是吧？对呀，是啊，哎，不仅要盯着我们自己，对，还要盯着生态，是，对，而且企业间要更开放，对，是的，因为只有生态繁荣起来，是的，对，这个各个企业才会成为共赢，共赢嘛，对啊，对，每个人不可能把什么都做了，对呀，对呀，对呀，对，而且对于用户来讲，他的体验感是最好的，对，对吧？实际上，所有的商业的本质，最终就是用户满意了。用户觉得爽了是吧？我愿意掏钱了是吧？ 对吧？而且掏的他觉得你这个，哎呀，这个还不对，你要少了，我还再多给你一点，对吧？所以这个就商业就成功了。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对，用户体验就会越好。对。第二是社会化在分工越来越细的过程中，充分竞争，对，用户体验的越来越好。对。共同竞争，共同竞争，哎，从竞争。永远是最好的，最好的，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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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和竞争，其实分工和协作竞合嘛。竞合。我们不能这个想着一夜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对啊，都问题都解，对。从有到富，对，从富到优贵，对，到一样，对呀，这个是过程，是。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是的，是的。今天的主旋律可能更多的还是创造、创新、协作，是。以前的是。生存，对，生存，对，生存，生存，对，是的，对。行，这样说我还是又有点信心了。好，有信心了，那咱们就谈一个咱们的这个老本行啊，就是安全的问题。嗯，这个也我想也请这个那个罗总去回答一下，因为你是做这个接管接服的，然后你的客户里面他们对安全是怎么看的？因为我在我们这个。悲哀的这悲观的吃悲观的一方来讲啊，我们非悲观的和那个分悲观的和乐观的，悲观就觉得好多企业他根本就不 care 安全，我信息化那个数字化我还不愿意掏钱呢，我还给你掏安全，这个是很多人悲观人看到的一个现象，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就是你的客户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首先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的用户普遍的啊，对数据的安全。都是极其重视和敏感的，因为 CM 它比较特殊的是说，它是客户以客户为中心的，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业务数据，也就是说企业最核心的资产在你这里，所以数据他们特别特别重视敏感。你这个数据指的是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数据，还是它的比如你比如举个例子嘛，什么之类的？我们服务刘总，他用我的 CM，OK。他所有的客户数据是放到我的 CM 里面，明白了，明白了。他不仅是放客户数据啊，对，他服务客户，我们说叫全生命周期的业务啊，对，都在上面。是的，里面有场景，对，对吧？包括核心的你的整个的这个商业机密，就是你的价格，对呀，是吧？是吧？对呀，啊，对对对，所以呢，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呢是数据的这个敏感度是极其高的，极其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用户呢对数据这块呢。他其实安全他是有期待的，他有期待，其实他希望企业在几个维度，一个是在法律的维度，就是你要有数据安全的这种叫法律维度的保障，第二点他也希望企业呢，就是你要在你的叫我们称为叫你的内控维度，内控维度就包括了你的
那你的物理安全，嗯，啊，首先你企业你确凿去做，嗯，你不管是说你，和两地三中心哈、三地五中心的数据中心啊这些，你的数据的安全，物理维度的安全。第三还有你的，我们称为叫你的组织安全、内控安全。嗯，其实往往这个企业你要去让用户消除这种顾虑的话，你有没有规范的这种叫安全的这些我们叫组织体系、内层体系？嗯，金融行业管它叫三。那个 IT 审计叫那个三道防线，对，三道防线嘛，就包括我们自己也做嘛，对，像这些东西呢，你比用户是特别不讲关心，是特别特别关心的，嗯，你有没有良好的内控体系？现在我觉得，但用户对安全这件事情呢，分两类，一类呢就是对数据安全这个事情想明白的企业，更多的他会盯你是否合规。嗯，合法，嗯，你是否合规，嗯，你是否有清晰透明的内控体系，嗯，你有没有专业的技术力量，你比如说你会不会做白盒，嗯，对吧，你就白帽，你会不会做白帽，嗯，你会不会把你的整个环境分为测试环境、生产环境、模拟环境，还有你真正的运营环境，嗯，就把环境隔离，但是这些环境可能数据都是镜像的，但是有可能我会在这种不同的环境里做不同的操作，有些企业可能就一个环境，嗯，那你想一污染了，一出了问题，啥问题全都出来了嘛，对吧？所以呢，就是说，用户懂的用户他会看这些东西，但是呢，懂的用户他也很明白什么是真安全，什么是假安全。嗯，你想我这个用户检查的就属于假安全啊。用户检查的，两种，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聊，因为安全是个大事，一会刘总专家来。你看我们遇到的客户分两种，一种是说懂的人，他发现之后他就其实他会更信赖，就是你在合法合规有良好内控，你的管理监管透明的公司，而且他知道数据是你的生命线，你一旦泄露一个数据，这企业就彻底就立马就红线就荡掉了，这是你叫一招就猝死的这种叫死穴，所以他对你反而会他有信赖感，他知道企业不会在这方面去铤而走险，不值当嘛。那还有一些企业呢，我们发现呢，确实也是我们经常说，他还是对这行业不了解，不了解之后，他会产生一些误区。你看我们遇到一些稍微有一些企业，他就特别迷信这个 OP 模式，嗯，他就觉得我放到我自己的 IDC 机房里。然后我自己买台物理机，然后我自己把系统部署在这里，我有自己的网管，有数据库的密码，我就很安全。刘总你在笑是吧？这个也是我们 SaaS 之所以没起来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伪命题。这是伪命题对吧？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在企业 IDC 系统部署，我倒不说绝对哈，我只说很多，很多企业的防火墙、防 DDoS， 就是我们说。还有它的这些叫热备、冷备，还有它的内控体系，根本就没有。一个 IT 管理员，一个人拿这个 admin 的密码，可以一站通杀所有的系统，一个人就掌握了公司所有的数据。坦白讲，跟裸奔没区别。嗯。跟裸奔，所以我们的用户分两种，就是明白的，他就坚信认为云服务。是未来是趋势，还有一部分用户就觉得那我不信你，那坚守之道吧，你是云服务城，你打开后面你自己就看了，对吧？所以我放到我家里，他不知道，他的管理也看起来更方便。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就过去啊，这个像我跟邵鹏都在这个行业里待了这个二十年了，像我们过去呢，更多的这个。网络安全啊，我们把它再定义的再就是范围再小一点，就是网络安全呢，它更多的是，就是哎，客户因为有一个合规的驱动，对吧？过去的时候网络安全法也没出来，是吧？它只是一个这个等保的一个条例，是吧？等级保护的一个条例。那这个条例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基线的一个合规要求，嗯，但是这个合规要求呢，并不是解决了，就是并不能解决客户他是安全的最本质的核心的安全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国外就很明显啊，你说像发达的像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市场啊，像邵鹏关注的比较多，
它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整个的这些网络安全企业的这个营业收入啊，大部分是来自于企业用户。对，对吧？不是我们的70%还多，是吧？是的，是的。嗯、然后实际上，它真正的一些这个党，或者说这是这些政府的一个用户，对 ，to G 它是可能30%都不到。是的，是的，对吧、嗯？但中国实际上是反过来了，嗯、中国是什么？主要就是 to G 用户，主要就是 to G、嗯、是吧？企业这些用户市场很小，是吧？人家不舍得花钱买，不是不舍得花钱买。这里边我跟你这个观点不一样，他一个你比如说大的这种互联网企业，他花很多买，不是说买很多人是吧？然后这个招很大的团队来，他设的他花的那个钱也不少，也不少，对吧？但是呢，他不买，他自己建了，他自己建了。我是觉得，对呀吧？刚刚您说这个30%的空间未来啊，对，叫无限量。对呀、啊，你比如举个我自己啊，对，假如说有个公司给我提供说第三方的数据安全的，叫监理也好，保证不是说简单是去通过一个 ISO 那个认证，对，是实时在线，对，就他会给用户之间说我会对分享消费的云服务提供在线的安全的监管，对，然后他和用户就握手嘛，是的，对吧，是的，是，我愿意付费给你啊，对，对呀、啊。实际上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我刚才再把我的话再延续下去啊，我本质上我觉得过去这个过去的这些年啊，更多的产品思维太重，嗯，就是最终给客户提供的是一堆的这个产品，嗯，这些产品都不是场景思维，它不是这个最终的有机的一个能力的组合，对吧？而且有些这个用户单位呢，他自身人员又偏少，因为编制的问题或者因为各种这个原因，你说你卖一堆产品过去以后，又起不了多大作用。对，他又没有最终把这个能力给他有效的组合起来，然后最终去抵住了这个黑客的攻击，是吧？最后这个。所以对于企业用户来讲，他最大的选择是什么呢？他觉得，哎呦，放在那个公有云那边不安全是吧？对吧？然后我要自己去弄一个这个私有的这个部署是吧？他觉得这个是安全的，实际上是 no， 对吧？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伪命题呢？你在公有云的环境下，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已经在替你考虑的情况下，你自己在你的私有化部署里边，你一个那个，这个尤其你也知道的，这个在企业里边这种信息化部门是最弱势的，是吧？人也是最少的，是吧？这个实际上本质上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未来这种这个 SaaS 化，或者我们换句话讲，从我们这个安全这个角度来讲，就安全及托管，嗯 ，MSS。我觉得这个是会形成共识的，这是未来，嗯，一定是未来，一定是未来。为什么？对于客户来讲，实际上他本质上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安全，他要的是能力嘛，要的是结果嘛，是吧？他不是要的什么这个，我想就 OK 了。对，他不是这个意思。讲出东西才行。对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比如说这个罗总做的这个 CRM。客户要的是你的这个整个软件的，对于他的整个的企业的营销，面向这个销售的整个的，从客户关系管理，然后到整个的这个合同签订，然后最后的这个收款，整个流程是吧？这是他要的能力。嗯，对于安全来讲，实际上他是为应用服务的。要的是个结果。对，他要的是结果，就是最终你我不管你给我。不什么还是怎么那个，你就把我这个解决托管给你，对吧？别让我中乐，你不要，对啊，你利润率4.9%，对，让安全度100%，对，就行了，他就结束了。他是应该签这种安全协议，对，而不是注那个形式，对，他不是那个形式，那个形式不解决问题呀，不是，嗯，有一个很大的隐患啊，对，我自己感觉就是。网络安全之间黑白间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是的，因为什么呢？数据即是资产，是的，数据就是资源，对，在这些不安全的环境下的数据
一定会成为我们说叫暗黑世界里首先猎取的一个通道。对对，所以企业自己去建 IT 环境，除非是大央企国企，它其实它也内部云化了嘛。对，你比如说中航云、中电云，对那些它其实是安全度是足够的。对，非专业的公司自己在 IDC 地方搭载的很多服务，其实往往是为了安全最大的隐患和，就我们说叫最薄弱的地方。是的，你想这几年为什么，比如像邵鹏他也知道，有这几年为什么勒索病毒这么爆发？实际上你也知道，他用的技术不先进，很 low， 对吧？但他就是结合了现在的这个匿名交易的这个比特币的赎金，是吧？是让他这个伪装进来了，对，不能追溯到他嘛，是吧？这个，他也解决了支付问题，他解决了支付问题，这勒索软件也不行，对吧？因为最终你有个账户，有个用户名，解决了支付问题，对，是吧？他这个，所以你看。实际上，他那个技术先进嘛，他都用那个很普通的漏洞，对不对？用零对漏洞，他都不用，那都是国家级的。对呀。实际上呢，最终你看，大量受这个用户，你看你也知道了，最近有很多是吧？有的还是一些的，对呀，五百强的，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什么？本质就是，他这个东西，他并没有他，你说他过去做没做网络安全建设？那肯定做了嘛，他不肯定做，但是花了不少钱，对，还花了，对呀。但是呢，他有的那是什么？有的比如像刚才这个罗总讲的，你们服务的这种更多的这个企业，五百强也有，有啊，这种这个叫做我们说规上企业更多，对吧？那才是长尾用户，是吧？是的，对吧？你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实际上是应该都要去服务大量的这长尾的这个客户，对吧？就这种企业，有些企业它认知上有偏差的。对呀、啊。让时间慢慢消化。对。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嗯。我们再倒推个20年前。嗯。你看看，不管你多大的厂子，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保卫科。对。都有自己的这个站岗的，门牙巡逻的，对。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都交给这个第三方，交给第三方了，专业的团队。同样的道理。对呀、啊，一个道理呀、啊，是一个道理。还是他们更专业。对。他们有训练，他们会抓东西，他们会监控，这些都是 OK 的。对。关键是他可以什么呢？开放性交互学习。是的。就我们3-4个保卫科，我们三天。我们只知道自己。我们3天天斗地主。对呀，对呀，对。那如果我们是一个保安公司，对，我们服务什么都见过，几十家、几百家，对对。某一家出了什么事儿，立马你的升级就防范了，是的，对，防范就升级了，是的。咦，这样还能进来？好，堵住，它是迭代的，对，而且还是有冗余的，冗余，对吧？你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企业，你招5个保安人员，你觉得已经很多了，对吧？你万一你什么就是年会或者是什么这个那个活动，你一下子你说你再去招个10个，来不及呀。另外你招了10个，你还不专业是吧？哎，还有一个对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对，中国它是一个农耕文明，对，农耕文明呢是一个我们说叫地缘经济和血缘，是讲究中心，对，所以他特别强调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的。那么企业和服务之间，他强调的也是一个信任，对。但是呢，我们说海洋文明和西方的一些企业文明，它是个陌生人文化，对，陌生是个契约，契约，对，企业来决定信任关系，契约就是信任关系，对。其实安全问题，首先要回到契约了，应该是价值问题，对，是吧？应该是个保护价值问题。对，契约我们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全契约，对，我要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对，出了安全责任事故，我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对，和经济损失。是的。第三，如果我们二者还信不过，对，那我们就请第三方来做数据监理和安全审计。对，通过契约把很多问题都可以简单解决。对。最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也可以通过引入这种保险，对吧？保险来兜底嘛，对。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对，进行保险兜底。对，这样的话，2005年，嗯，风险销售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嗯，可能最早的之一是。给我的用户买数据安全险的企业哦，那你这个你看你这个意思就非常超前啊。那我就平安银行就兜底帮我保100万。对呀，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技术呢，它这个是
是没有绝对的，嗯，对吧？对，安全的问题也是这样，就是对安全的问题，核心是用户的数据不泄露，对，就是对它零损伤吧，零损伤。那么即使数据产生了黑天鹅事件，假如发生了数据外泄，对，做到无害化，无害化，对，对，对，就是拿到这堆垃圾数据，是的，没有任何意义，对。叫你打开一个万花筒，对，你把它拆开来看的时候，对，一堆碎片，对，但你看的时候，千奇百怪的东西在里面都有，对，就核心是要做到。无害对，实际上啊，本质上啊，过去大量的用户他担心他的数据放在云端，他实际上他是不信任，并不是说不信任云端他没有安全能力把它保护住，他怕坚守之道嘛。对，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本质上通过加密技术是的就可以解决的嘛，对吧？你作为一个用户用一个第三方的加密，不是这个云平台基础厂家提供的加密技术，不是他自己提供的，对，是第三方提供的。嗯，第三方提供的加密相当于你给这个用户一把钥匙，然后用户用这把钥匙把他的数据全给他锁起来，变成密文存在这个 SaaS 化的云端，然后呢这个云端他也看到了也拿不走，也拿不走，拿走了也用不了，是吧？他也解不了密。我们已经这么做了。对，我们有一个用户，就是建议他自己买了一套加密算法，装在他自己的服务器上，然后他那个服务器又和我们的数据服务，建立了数据链接。我知道，就是通信，他那边就是一个证书下发，对，然后你这边就是直接，所以我的应用服务我该怎么玩，继续怎么玩，对对。我访问他的数据的时候，是被他的加密对做了一道，而且密钥是在用户自己，用户这是在用户手里啊，自己独立买的第三方，对，这个没问题啊。这个从云开始讲责任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他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你不可能所有的数据都这么干，这个就是计算的，要不你就来不及了。对，不，从今天来讲，从这个算力上来讲，不是问题。成本就高了，你要是所有都给你加密服务，不，你只要不是今天用了同态加密，就是你不要去进行这个密文计算，对吧？对，这个你只是说是通过对你的这个传输。以及就是最后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结果是存在云端，然后它是变成是加密的，这个没关系的，它就是一个加密过程和最后取出去的一个解密的过程，它并没有去进行密文的对密文计算。那今天我们现在更多的比如说会担心这个效能的降低，是吧？这个对，那个是什么？那是已经到了你的这个数据大的不行，而且呢是不是他自己的数据，是你少鹏的数据和罗总的数据和我的数据，我们三方都不信任，把数据给你到给对方，然后呢要找一个地方解密，你加密解密，咱加过来加过去，这就乱了。对，最后放到一个池子里，然后去用这个密文再搞一遍，对对，再去那个，那是存在的。单向自己是够用，那对加密算法，对，算的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了。对，我们有一个企业就是国企。对，他就担心的不行。最后的时候，我们三方就聊了聊，现在后来得出的结论就是你自己找一个，像刚才周老总说的，对，你找个加密算法嘛，对，直接对数据进行加密就行了。对，跑完之后他就心里就安全了，立马就心里就爽了。是的，钥匙在我手里。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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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是个钥匙工程。对，还是个钥匙工程。好，这个安全问题还是谈了半天啊，看来还是很敏感。本质上还是这个信任的问题。对，其实技术问题今天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挑战，还是一个法律法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安全模式，对对，安全模式，以及心理安全，对，是的，很多时候是心理安全做的，对对，尤其是心理的问题，其实是只能靠时间呀、环境啊，一点一点解决。对，你直接告诉他安全是没有用的，对，他的意识转变是很难的。对，就是任何商业呢，用户的心智成熟，它有一个过程，都是有过程，就像一个果园一样，对，总有苹果先熟。中国苹果后手，对。其实我们要做好了，一方面就是说你要挑选的也是熟苹果、红苹果，对。你先把那红苹果给服务好，
好，那我们呢今天谈的时间不短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可以简短一些，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既然有数字化的大环境，那既然我们有安全的底座在这坐着，那我们如何建议这些在数字化环境下的企业增加自己的竞争力？我从这个信创和这个安全的这个角度啊，我来谈谈，就是说这针对企业来讲，它怎么样来利用技术来构筑它的这个企业的竞争力啊。那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无论是这个叫做信创的技术还是安全的技术，实际上它本质上它只是一种这个叫做工具吧，工具啊，对，我不说手段，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工具。Okay. 你企业要有竞争力，实际上本质上是你的这个企业自己对于整个的市场的基于市场的洞察，然后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规划，然后基于这些战略的规划去把它分解，最后去变成你的针对你的整个企业的所有的内部的变革，然后去重新去梳理你的整个的流程和这个就是说你的整个的包括甚至可能涉及到文化是吧，要重塑，然后最后无论是这种数字化的这个信息这种工具和这个系统，还是我们的安全的保障，最终实际上都是为你的整个的正确的战略去服务的。然后你因为你的战略方向是对的，然后你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手段使你的整个的这个效率达到了这个最大化，然后去服务了客户，客户又满意，最后你又盈利是吧，然后你具备有跟别人他的你同类的友商之间的差距形成了护城河，对吧，然后你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这个知道总是这样，就是他认为是看我们的现在洞察，然后他有决策，然后再去执行落地，然后再去迭代，反过来这又是一圈，是吧，对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软件呀，所谓的安全呀，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保护这一整个一系列这个东西的一个辅助工具，对，是吧，是的，这是你的观点。罗总呢？我首先我非常认同周总的这个大的观点啊。我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讲，因为可能我们是做 CM 的嘛，更多的面对是企业做销售，我是觉得在整个数字化大潮过程中，我们先撇开工具不看，先撇开工具，其实要看什么，要看新的增长模式，这是大家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模式就决定了你未来它的成长的空间和可能性。早年的时候，很多企业增长模式是规模性增长、资源性增长，那么我们更关注的是在外部去不断去获得机会，机会性增长。但是今天不是，今天这个广阔的市场已经变成一个红海了，而且竞争也很充分了。那么大家更注重的是什么？更注重是对客户的持续的价值创造，价值运营，所以就应该从一种你的增长模式要调整什么？要调整成价值增长，调整成持续增长，要把客户作为企业真真正正的中心。因为很多企业的组织架构是金字塔型的，它是以管理为中心的，科层次的管理，那我们能不能变成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型的组织？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点，而 IT 软件只是你实现价值性增长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工具本无罪，对吧？一把刀究竟是来劈柴，还是来做菜？切菜，关键看厨师的水平，厨师自己的这个理念要提升。哎呀，你看以前我们这个 IT 拿来干什么的？去管理流程，去管人，管过程，甚至做得好一点，去做一下销售预测。去连接一下伙伴，这一些它的焦点都在管理上，都在管理上。但事实上，我一直强调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操作方式变啊，就是我们强调说，我的 IT 其实它要贴的是用户的生命旅程，
要贴的是用户的价值创造。只有你盯着用户的生命里程，盯着用户的价值上，你才能真正的变成叫价值驱动型的企业。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我一直想，当时给内部团队讲，想改变一个东西，我说大家都叫 CM 叫客户关系管理，我说不是，客户价值管理，那个叫客户价值管理。大家讲 PLG 叫产品驱动增长，或者叫 SLG 叫销售驱动增长。我说后来我说它其实应该叫 GLG， 它应该是价值驱动增长 ，growth 增长驱动增长。对，它应该是价值驱动增长。所以中小企业我觉得用什么样的工具，本质上讲，我认为中国的企业的差距不大，包括我们的友商做的产品也不一定会比我们差哪去，甚至是各有所差。但关键是我们是赋予企业什么，或者企业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个工具，你得到就是一个工具；你要的是一种价值增长模式，你得到就是价值增长的能力。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好啊，罗总，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一直在考虑网安行业它如何去增长。之前我观察30年的网安行业，我从2004年开始做中国信息安全年鉴，18年了啊。就是我们网安行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它也经历过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阶段。嗯，资源增长就是它。有资源，比如说有客户关系，有国家政策，有什么的啊？对。然后规模增长，它就利用这规模效应去把自己催生起来。嗯。典型的像弄客获客这种啊、嗯。然后创新增长，像互联网来了，那个什么猪也会飞，风口来猪、嗯，这就属于创新增那个机会增长。机会。但是它的价值就是我服务好，我看到你最终需要什么，你的需求在哪里，我帮助你增长。这个我非常认可，但是然后我紧接着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看到这个我的价值，我对客户能服务的东西，我会发现大量的定制化。嗯，这是我们 2B 服务，别说安全了，就是整个中国所有的 2B 服务，你会发现都陷入到这个项目定制化里面。嗯，它都没法做到 Salesforce、这个 Okta， 他们都不像国外那么去标准化、去这样的。嗯，那这个问题就考虑过没有？他怎么考虑过？深度考虑过。这问题是第一绕不开，第二可解决。为什么叫绕不开可解决呢？就未来的企业会有个典型的特征，叫敏捷和个性化。明白。敏捷和个性化。嗯。基于竞争，企业会越来越敏捷。嗯、我们说叫敏捷研发、敏捷销售。嗯。敏捷生产。嗯。敏捷销售。我们还有敏捷开发。敏捷服务。嗯。还有你企业要做敏捷决策。嗯。你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嗯。而且它不是个案，对，它是普案。是的。企业都会这样。哦。对。第一，第二呢，企未来的竞争它其实是。价值差异价值的竞争，嗯，就是这个世界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对，我们要和别人去竞争，一定是要做出自己比较核心能力和独特价值，是的，因此每个企业可能在价值创造的模式上都不一样，对，因此软件面对的就是一个差异化的、敏捷的、普遍的群体，对，而且它也不是说只有大企业这样，未来小企业也会这样，对，所以。时代在变，我们说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永恒的企业。嗯，那作为企业软件厂商，你就不能说啊，因为大家太多个性化开发，所以我们都变成项目化的公司。嗯，这我觉得这种是没有创新能力、没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对，就你用。无能来掩盖自己嘛？对，我也谈谈我的理解啊，就我也认可刚才罗总讲的，我觉得呢，这个呢，有文化的问题，对吧？有环境的问题，这个可以是什么呢？就是我也是谈谈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可解决，对，对，我觉得是什么呢？肯定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只不过是对于，比如说对于罗总，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讲，因为有大量的定制化，可能会因为这个成本会升高，是吧？对吧？因为存在着这个很多都是要为了某一个客户去做了一些定制化，但实际上呢，它呢。在客户的那个定制化里边有很多东西，实际上也可以把它标准化、模块化、可复用的。对，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模块，然后呢，这种到了客户界面的这种定制，应该更多的是低代码的组合状的定制，对，千万不能是去。从头都是确定都是从头都是都要重复造人质，对吧？而且这个我觉得会
这那这个就要考验你一个企业的研发的整个的模产品思维对平台思维，它是不是一个对模块思维对吧？它还是一个理解能力，对它还是说每一个项目都是这个重新不基于过去的这些经验，然后最后就反正这帮人招过来就反正就朝着一摁就摁到那个市场里面去了，对呀，产品的平台化思维。应该还加上一块，就是实施交付的平台化思维。嗯，对。应该是，我是认为它是有三个维度。对。一个是产品更敏捷。对。对吧？一个是你的实施交付更加平台产品化和敏捷化。对。第三是生态更敏捷。对。因为你还要开放你的高代码。对对对。让 ISO 生态进来进行敏捷的coding。对。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可扩展。是的。可维护的。对。它是有相对标准的。嗯。对。对。这才是未来。是的。这个是做得到的。对，那如果套用这个，我们是都是时代企业，是吧？那未来的时代企业可能就是敏捷企业了。当然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而且还有、有一点，还要充分有信心。嗯，什么样信心呢？就是用户的专业化水平，或者叫专业技能的消费者化。怎么讲呢？如果说回到15年前，你认为滴滴会成功吗？15年，开车是一门技术。那是个职业，司机是个职业，职业对。这门生意，滴滴这个生意就做不成。对。而今天，会开车会打字儿，对，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技能。技能，对。所以才有了社会化众包的滴滴模式。对对对。我们往后看10年，对。无人驾驶，不是无人驾驶，你会认为有多少人会基础代码？对。啊，都是拿模块挪过来挪过去了。就消费者呀。对。职场里的小朋友，我认为。很大比重的人会写简单的函数，对对对，简单的代码，对，因为什么？这会成为生存的一个基本技能，对对。他如果具备了这个，你看他是双边市场嘛，是的，他具备了基础的代码的这种写的能力和函数能力，对，然后产品又变得更加的低代码化，对，函数化，对，然后更加的组件化、模块化，对，他就像玩个电子表格 Excel 一样，是的，人人都是程序员。我们三工作的时候，对对呀，对呀，我们三工作记不记得满街都是三木培训？是的，是的，培训培训打字儿，对呀，打字也是技能，那是五笔，这个还是那个呢，五笔，对呀，今天还有吗？没有，对，所以说都可以，所以我对未来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有信心，说。最后双边都在变，是的，供给方在变，对，消费者的能力需求方也在变，对，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螺旋式的变化，对对对，要往前看。是的，好，那我们就把往前看作为今天的结束语。对，来来来，往前看，往前看，好，好，好，哪个钱的钱？两个钱，只有往前看，才会有更多的。叫前景和前途，对这个未来咱们的讨论，我自己也是好多事情也是迎刃而解，茅塞顿开。第一是我如何增加我的竞争力，我想那我的大方向一定就是价值驱动，我真的不要再考虑什么过多的考虑如何去管理，如何用引进新的工具，我想弄一个开发一个数据库，把我的东西怎么样实现，我发现那个都是工具而已，真正的核心的东西还是我最对客户敏捷的需求，对这个市场的洞察，对需求的洞察，以及我如何能做好我自己差异化的东西来满足这个市场，我只要把这个做出来，那些东西应该就比较容易了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我要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国产化我们是要有信心的。第三，我们对安全也是应该更多的依重于第三方的服务，而不是说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弄几个警卫弄的，这都是我们今天三个特别核心的价值点。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能给大家，能给出于我们整个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中国当中这个大浪潮的所有的企业们带来借鉴和参考。好，谢谢两位的洞察，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嗯嗯。